我以前會覺得港姐一定是大方得體端莊，即一定要有個特定的模樣啦。但是我發覺今次參加咗之後，就好似你可以有自己嘅性格、自己嘅特色。咁但是最主要都是自信啦。最重要嘅就係真實，就我覺得真誠是必殺技。其實沒有什麼東西是完美的，我們要學會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讓自己更加自信。有時候你的不完美其實也是你的美麗的一部分。我其實自己嚟講唔算特別有自信，咁其實我身邊都有好多好自信嘅人，我見到佢哋成日出去社交啦，有好多好多機會，咁我就覺得我哋呢啲即係可能比較內向少少或者冇咁有自信嘅人，唔係話冇佢哋好，但係就可能冇咗呢個機會。我希望就好似我咁樣嘅人一個機會咁樣，挑戰一下自己，去獲取一個唔一樣嘅人生閲歷，去行出自己嘅舒適圈。我都想打破翻一個平時大家對於理工科嘅女仔一個 general 嘅一個印象，咁可能覺得我哋係淨係識喺呢個電腦面前做嘢啊，亦都不修邊幅啦。如果呢個字，其實我想講都唔係㗎，因為我有啲驚鏡頭啦，跟住其實第一輪面試嘅時候都係唔識笑，面對媒體啊記者嘅時候都係唔識講嘢唔識笑嘅。跟住咁多訓練之後咧，我都好咗好多，我自然咗好多，講嘅嘢都多好多啦。